新疆 Kashgar 的小伙，我的名字叫做Julet，我在这里生活，我在这里成长。这片土地是我梦开始的地方，热爱街舞，我会用心把它弘扬，用舞蹈的方式把快乐共享。繁华的街道和千年古城，它承载着我们所有人的一生。Yo，Hey，Yo，这里就是我的故乡，接下来带你们去看看我的家。 我的家里非常热闹，因为爸妈都在家，还有一个漂亮姐姐，但她在乌鲁木齐，只要她有空就会给我们打视频电话。嘿，那还犹豫什么？快来我的家里做客吧。Come on, let's go. Yo, 这里就是我的家，她是我妈妈，这是我爸爸。OK. 其实我凳子都不扔。嗯。其实我凳子都不扔。 哎，开始米饭一道，炒米饭。哎，你走了，你要不走的话，我们还能一起在这坐着。好，那走了，拜拜。哎，我送什么？他们两个人，可以跟哥儿些嘞。好。